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Crystal，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一款 LV 的 Wallet on Chain WOC。 LV 呢近年以来呢都出了不少呢银包链袋款，而这一款呢就更加别出心裁。我们会见到呢它用一个传统的 LV 老花 monogram， 然后呢皮边呢衬返这个粉红色的色边，配一条呢五金金属的链条带，它前面的纽扣位置呢非常之靓，是 LV 的其中一个 signature 的一个印花的标签，望落去呢会比之前的LV 的三合一系列啦活泼可爱了不少。这款包包呢一推出了之后呢也都受到呢 LV 不少的拥趸欢迎。不知道大家对 LV 这一款 Wallet on Chain 有没有兴趣呢？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可以加我在名人站的 WeChat 或者 WhatsApp， 以獲取更多的產品資訊和最新的市場的詳情。如果大家覺得今天這條片不錯的話，可以幫我點個讚或者轉發出去給更多的朋友見到。多謝今天大家寶貴的時間，我們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